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因为法喜充满，今天咱们还得继续神采飞扬。昨天是第一节课，我和同修们说，在正式讲经之前，有五个问题需要和同修们说明一下。昨天说完了三个问题，还有两个问题没说，今天这节课咱们就继续往下说。要和同学们说明的第四个问题是，我怎样试讲无量寿经？这次我用的是这个词，试讲，就是我用什么方法来讲这部无量寿经。首先第一个，试讲的原则是什么？这个原则呢，就是八个字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后。这八个字是祖祖相传传下来的，古大德们都是这样做的，夏莲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、上净下空老法师都是这么做的，他们都是遵循这个八个字的原则。所以说到我这儿，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明创造，我一定遵循这个原则来给同学们讲这部无量寿经，就是述而不作，信而后补。因为古大德和老法师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我们就照着往下做就好了。所以说我觉得，如果我这次讲无量寿经是遵循这个祖祖相传下来的原则，一定会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，一定会得到龙天护法的护佑，一定会得到老祖宗及古大德的加批，必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一定要用这个原则来为大家讲这部无量寿经，这是第一个试讲的原则，八字方针。第二个，试讲的方法，这个也非常简单，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复讲与感悟相结合。复讲这个词儿大家都很熟悉，复讲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离老法师多年来所讲的内容。我这次复讲不是复讲老法师讲的某一个版本，而是把老法师多年来所讲的内容融会贯通，融为一体。这作为我来说确实是比较有难度的，为了能够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来讲这部经，让更多的同修能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所以我力求能把老法师多年讲来讲的内容能够融会贯通，融为一体，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表达出来。你比如说老法师讲的大经节演义，讲的大经科注，无量寿经讲记，无量寿经简注一解，还愿观等等，这些个内容可能都要涉猎到，
都要把它融为一体，所以这个难度确实是比较大，但是我有信心努力去做，能够达到融会贯通的这个目标。为什么对这个我有信心？我相信佛力加持不可思议，这是20多年学佛我的亲身经历，所以在这次讲无量寿经的过程当中，我想我要把20几年学佛的体会和感悟糅合进去，这个可能算是我自己的东西，也不算是我的自己的东西。因为什么？我这个东西，我的感悟也好，我的体会也好，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听老法师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感悟过来的，所以这个也不是我的发明创造。我把我的体会和感悟和同修们交流，供大家借鉴和参考，这是第二个，就是试讲的方法啊，复讲。第三个试讲的目的，就是我这次为什么要试讲无量寿经，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。通俗地说，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和净土念佛法门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，愿一切有缘众生因这部经，因这个法门而得度，这就是讲这部无量寿经的第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，提高自己和一切众生的灵性。再说一遍，第二个目的，提高我自己和众生的灵性，希望我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早日回归自性，希望众生能够早日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早日圆成佛道。这是第二个目的。第三个目的，希望把无量寿经弘扬光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末法9000年要靠这部经，这个法门救度苦难众生。最近老法师开始第5回讲大经科注，昨天我是听到第7集，我希望同学们也能抽时间听听老法师第5回讲大经科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重要的问题。老法师为什么在85岁那一年放下了所有的大经大论，就是一部无量寿经讲到底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老人家这是在给我们做榜样。昨天我听老人家说，问问自己有没有把握今生成就。师父说没有把握。我想同学们千万不要误会，说老法师讲经说法这么多年，怎么往生还没有把握呢？这是说给我们众生听的。实际老法师是在告诉我们，你有没有把握今生成就，这个千万不能错解和误解。好好听听师父讲的第5回讲大经科注，我觉得同学们会有很大的收益的。所以我这次试讲无量寿经，就是希望把无量寿经继续发扬光大，因为末法9000年的众生要靠这部经，这个法门救度苦难众生。这就是我试讲的3个目的。第4个问题，就是我怎样试讲无量寿经，就跟大家汇报完了。下面我想说第5个问题。第5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部无量寿经的讲稿，我写完了之后有什么感悟，我也想和同学们交流一下，
也供大家学习参考借鉴。我这部《无量寿经》讲稿是1月2号中午正式完稿的。写完这部稿以后，我真是感到如释重负，一身轻松，心里特别欢喜。不说法喜充满也差不多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？所以我告诉大家，完稿之后的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说，我写这个讲稿有如神助，我用这四个字来形容，有如神助。我又把这个神字用上了。但是我该说的我还得说，怎么个有如神助？因为那么多年我在省政府工作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是搞文字工作，很多时候给省里打报告，给国家打报告，那个报告也都是万八千的文字。但是那个时候的报告和我这次写40万字这部讲稿比，没法可比。我想这个如果没有神助，没有佛力加持，这个稿我可能写不出来。因为你们想想，一个70多岁的老人写这部稿写了70天，每天写8个小时，70天之内把这个稿是一稿完成的，中间没有经过任何修改。我现在讲的就是我写的这部稿的原稿，没有经过修改。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奇迹。尽管我以前搞文字工作，写过大部头的材料，但是一次写40万字的材料，一气呵成，一稿成，从来没有过。所以我说，这不是我本人有什么能力，有什么辩才，完完全全是佛力加持。这个感受我非常深刻。我记得写完了，那天中午写完了以后，我看着那厚厚的一摞讲稿，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写出来的。我真的问自己，这是你写出来的吗？你怎么写出来的？冥冥中给我的答案是佛力加持写出来的，是你写的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是不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？你想，不要说一天坐那写8个小时，就是不写东西，你就在那坐8个小时，是不是也感到会累的，会疲劳的？但是我在写这个讲稿的过程当中，没有一次感到累，感到疲劳，越写心里越欢喜。所以我这个稿是真是一气呵成完成的，对我来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我觉得是一个奇迹。这个佛力加持对我来说，我这次用了一个新的词汇来形容，是一种无以言喻的不可思议，就没法用语言来把它表达出来。究竟怎么个不可思议，我怎么说都不过分。这是我第一个最突出的感受，就是写这部稿有如神助。第二个感受，一支和合的护法团队是我这一次顺利完稿的有力保证。我这一次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和合的护法团队是多么的重要。这个可是经过这次实践检验的。我可以从2个层面来说。第一个层面，从我看得见的护法团队来说，就是我现在所在这个道场里里外外，我们也就10几个人吧，10来个人，啊，包括做饭的、搞卫生的、打字的等等等等，全都算在内了，一共也就这么10来个人，这是我看得见的护法团队。
就是这么十来个人的护法团队护持我顺利的把这40万字的讲稿完成了，现在又继续护持我把无量寿经讲圆满。这支护法团队它为什么能起这么重要的作用，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和和二字非常重要。这次我感受到我们就这十来个人，大家想的是一件事情，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。任何事情都要为刘老师写稿讲经让路，这一条这个我的护法团队是完完全全做到了。我70天写稿的过程当中没有受到任何干扰，因为我是在3楼写稿，护法团队的成员没有极特殊情况不会到3楼的，我是每天不吃饭不下楼，因此那个环境确实是非常清静，我集中精力把这个讲稿完成了。所以说和和的团队太重要太重要了，如果没有这支团队的护持，我这个讲稿写不出来，我这个无量寿经我也讲不出来。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恩我这支和和的护法团队，这是从一个层面上讲的。从另一个层面讲，看不见的护法团队，我知道我的护法团队看不见的是无量无边的啊，这个可以又从两个层面来说。第一个层面，在网上听我讲课的这些同修们，他们对我的那种支持和鼓励是我往前走的非常重要的动力。我在这里我也实事求是地跟大家说，当我被攻击被毁谤被谩骂最凶的时候，有同学可能问刘老师你有没有想退的时候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这个念头我曾经起过，因为那个时候有点想不通，我想哎呀70多岁的人了，人家都在网上问你，你刘素云图个啥，意思是你70多岁了你出来咋咋呼呼的，你老是猫着得了。人家说的这个我不是不往心里去，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有往下退的那种念头，但是这个念头很快就过去了。我问自己，你出来跟大家交流，你做这些你说这些你为什么你图什么，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回答是，我什么都不图，我什么都不求，名利和我一点不沾边，我为了众生所以我要来说这些话要来做这些事，我的心就安了。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，我相信网上听我讲课的同修们他们了解我的真心。至于对一些人所谓的不理解，我想要谅解他们，因为不可能大家对你都是赞叹都是表扬，是不是？我的理念不是这样的吗？你赞叹我也阿弥陀佛，你毁谤我谩骂我也阿弥陀佛，我只是有一个愿望，我不希望因为我让一个众生生烦恼，这是我的真实想法。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这个层面上的护法团队，就是在网上支持我鼓励我让我继续往前走的这些个护法团队，只是我没见过面，我不认识。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的一些留言，真是让我发自内心的感动。如果我的念头转不过去，我还想往下退，我一想起这些同学们的留言，我都不好意思往下退，因为大家
对我寄托了太多的期望，我不能让网上的同学们失望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层面，就是看不见的众生的团队。我自己隐隐约约有点感觉，我看不见的我那些护法们非常厉害。这个厉害怎么理解？就是他们非常有本事。有，我一直到现在我看不见我那些个众生的护法团队，但是我隐隐约约的有感觉，我知道他们的本事很大。如果没有他们坚强的护持，可能我也早垮了。嗯，二十多年也不会，也不是一帆风顺走过来的，也是坎坎坷坷的吧。嗯，为什么能走过来？这几支护法团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，啊，缺一不可。这三支护法团队就是我能看得见的我身边的护法团队，再一个是我在网上的护法团队，第三个我看不见的冥冥中的护法团队。因此第二个感受就是这个护法团队是太重要了。再一个，我觉得我最大的护法是阿弥陀佛，是释迦牟尼佛，是上定下空老法师，这是我最坚强的后盾。在任何时候我都能感受到佛菩萨对我的眷顾和鼓励加持。这个二十几年来这个感受我是越来越深的。所以第二个最深的感受，我跟大家说，对和和团队我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。我这次把讲稿顺利完成，现在又开始正式试讲无量寿经，我的所有护法团队功不可没。我这份讲稿是整个护法团队辛勤护持的劳动成果，也可以说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。那我是干什么的呢？我把我的位置说得很明白，我是一个代笔人。我把同学们想要说的，我通过我用笔把它写出来。因为同学们知道我现代化的武器一样不会，手机还弄不明白呢，所以什么 iPad 什么的，这个名我没说错吧，好像叫 iPad， 这个我是一点一窍不通的。这一次我讲这部无量寿经呢，小姨就建议我用 iPad， 我说咱还是把握点啊，我就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，我说比如我学自行车跟头把似的我刚会跑，你现在又给我换了个摩托，那我要摔跟头的，咱们还是骑自行车比较稳的。所以这次我的讲稿真的是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写出来的。我这次讲呢，他们把我这个讲稿啊给我打字了，说比较规矩一些，如果要不是这样，我说不用打字，我就用我那写的那稿讲也行。所以现在同学们对我每一个方面都在关心照顾。同学们可能说刘老师这次怎么没戴眼镜呢，我在这儿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这次吧真想戴眼镜讲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是说我看不见讲稿，因为我九月份吧，我自己不小心我从床上掉下来摔了，鼻梁的这儿吧卡了一个小瘢痕，到现在它没完全掉下去。我上一次讲真情无限大爱无疆那个的时候吧，哈尔滨的同学就看出来了，说刘一你那个鼻梁上怎么有一个横疤呢，啊，我说那摔了以后他那疤没掉。所以这次我要戴眼镜呢，我就想用这个眼镜啊把那个小疤痕遮住，不让你们看出来，又替我担心。
但是同学们说呢，老师你不戴眼镜，我们觉得慈祥亲切；你一戴眼镜，我们感到严肃。啊，那我说恒顺，你们说不戴眼镜好，那我就不戴眼镜。这个呢，也可以说是我这次写稿的一个奇迹。我前面可能跟大家说了，有同学知道，有的人不知道。我这个老花镜啊，我是戴了多长时间呢？我算一算，大概戴了不到25年也差不多。我是40多岁，不到50岁我就戴上老花镜了。是为什么戴的呢？是我们一个老书记，他要去配眼镜，他让我陪着他去，他老伴也说，顺云那去吧，帮你大哥研究研究配哪个。我就跟那人去了，去了我这个老大哥吧，他配了2副，一副是花镜，一副是闪光。结果他配完了，他就跟我说，顺云那你也买一个吧。我说买着干啥呀，他说带着玩呗。啊，我说那行，那我就买一个吧。我记着我花了18块钱，我就买了一副眼镜。我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度数啊，这个都不知道。拿回办公室以后吧，我好奇心强啊，我就把它戴上了。戴上一看报纸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挺好，那报纸那字怎么变大了呢？这不就戴着玩吗？戴1天2天，戴1个礼拜以后拿不下去了，再一摘下来看字变小了。那我这老大哥说，不行你就戴着吧。所以说我40多岁就把这老花镜戴上了，一直戴到今年吧，应该说。结果我这个40万字的稿写完之后，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奇迹，我的老花镜就摘掉了。我戴上老花镜看字就不如我不戴老花镜看字那么清楚了，翻过来了。所以从现在开始以后，可能我就不用戴着老花镜了，他就跟我拜拜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所以说写这篇稿啊，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感悟跟大家说说？太奇怪了，啊，你们怎么说我都不介意，我必须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。这是第二个感受，和和的护法团队啊。第三个感受，就是怎么样对待外面的精彩世界。这个吧，我事先没写稿之前，我没有那个估计到，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就是我一说精彩的外面世界，大家可能有的同学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外面的精彩世界，它成了我完成这部讲稿的一个动力，不是我的阻力。因为这个事情吧，我是在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就是我大约写这部讲稿写了一半的时候，那也就写20万字左右的时候吧，我就知道这件事了。但是我跟周围的同学没说，他们也不知道我知道。后来这个事儿怎么的，这个窗户纸怎么捅破的呢？有一天呢，刁局是坐在床上生气，因为刁局是在我身边10年多了，我非常了解他的脾气秉性。他这个人呢，是心里藏不住事儿，哎，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他这张小脸上。哎，我一看呼哧呼哧生气呢，我说刁啊，谁惹你生气了，跟大姐说说。他不跟你说，怕影响你写稿啊。我说什么事儿能影响我写稿啊？我说你憋也憋不住，你等我写完稿还有20来万字呢，那你会憋坏的，你还是把它说出来吧。寻思寻思不说，我说那你不说就拉倒。他一看我这个态度还是憋不住，还是跟我说了，那我就跟你说说吧。我说那你就说吧，你只要把气撒出来就好。他说网上有人批评你骂你，全是造谣，不是真话。哎呀，我就笑了，我说小妞啊，你这么多年这个定力也没长点儿呢，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放在心上，撅大嘴巴生气，犯得着吗？
完了我说这不是骂我批我吗？也没骂你，也没批你，和你有啥关系啊？你何苦生这么大气呀、啊？完了，他眼睛瞪圆了，大姐，你知道了？我说我知道啊，我比你知道的早啊，那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我说你想让我表现，怎么表现让你看出来？我也像你一样撅大嘴巴子呀。我说准备个油桶，谁撅嘴巴子给谁挂上，逗他开玩笑呗，要他不开心呢。他说那你怎么没生气呢？我说干嘛生气呀、啊？嘴长在人家脑袋上，人愿说啥就说呗。你自己不了解你自己吗？我说我了解我自己，你也跟在我身边10来年了，你也了解我自己。他说正因为我了解你，我才生气呢。他们凭什么造谣？我说你认为人家是造谣，我说人家说的还认为是实际情况呢，是不是？就是不是实际情况，说错了，那咱们应该谅解嘛？你怎么心量那么小呢？王小调说我不像你那么心大。我不知道你心怎么大，我说我告诉你们了，我的心像虚空法界那么大吗？这点小批评、小谩骂你都受不了。我说那我20多年学佛我就白学了。我说现在我相信我自己，这点定力我还是有的。这个事儿就是这么捅破的，要么他们谁都不知道，我知道这个事儿。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了，我说我的态度是这样的，你们要是知道了想不开，你们可以跟我叨咕，放心不会影响我，也不会影响我写稿，也不会影响我将来讲这部经。如果你们自己能把它亮得开，能想得明白，你们就不用跟我说，那就是你们自己能摆得明白，说明你们长进了。定力增加了，这个得锻炼呢。我说这个定力也是日积月累的。我说10几年前、20几年前，我要遇到事儿，那我自己都得暴跳如雷，凭什么？是不是？我说现在你们看我态度平和不平和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这次写稿和对我这次讲经，真的是没有起一点负面的作用。我真的感谢这些个同修们，他们一给我消了业障，二给我增加了前进的动力。你说不应该感谢吗？你们应该能感受到我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我前段时间我说，我每天绕完佛，专提一个回向，就是这个内容。到现在我仍然是这样做，每天早晨绕佛之后的回向。第三个项目就是给这些同学们回向。我想，只要我用的是真诚心，早晚有一天会把他们感化过来的，感动过来的。实在感化不了、感动不了，那说明我自己修的还不行。我继续好好修，当我成佛那一天，我一定会帮他们一把的。我这就是我的真心话。我现在觉得，就这样的小小的干扰也好，阻挠也好，不会影响我讲这部经的，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情能够阻挡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。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事，一是把《无量寿经》和阿弥陀佛佛号。继续弘扬光大，二是把一个真实的上定下空老法师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，这就是我要做的两件事儿。这两件事儿是任何人、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。我曾经说过，我说我既然入了佛门，我就要说佛门的话，做佛门的事。我不会给佛门抹黑，不是说何当如来家业吗？如来的家业是什么？如来的家业就是度众生。那你离开了这个，你何当如来家业？我们每个人呢，就是说话要算数的，不能喊口号。
我现在我觉得我要兑现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弘扬正法、护持正法，是我生命的全部。下面的一句话，就算是我自己的一句名言吧。我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我，尤其是当我遇到磨难，有点过不去坎儿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两句话拿出来问我自己：这是不是你说的？你说的话算不算数？哪两句话呢？就是这么的，我的一切都是属于苦难众生，没有一样属于我自己，这就是我自己的名言。我时常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两句名言来鞭策我自己，鼓励我自己。一旦我有点想退的时候，这两句话绝对起作用。我想，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特点也好，优点也好，就是我不打妄语，我不说空话，我做不到的，我一句不说，我说出来的，我一定去做到，这是我一个非常明显突出的性格特点。到现在，我仍然坚持这条路，我要继续走下去。我说的话，一定要算数，一定要兑现。这是第三个感受吧，就是外面的精彩世界是我的动力。第四个感受，写这篇讲稿，谁最受益？我自己最受益，所以我说，写完这篇讲稿，第一个受益的人是我自己，因为我这篇讲稿写完以后，大部分同修谁都没有看到过，除了有同修给我打字的时候看到了我这篇讲稿，啊，没有让大家普遍的都可以看。我的意思呢是，我讲完了以后大家随便看，因为你听完了可能你印象更深一些。光看讲稿，你的感受不会太深的。我不想让大家吃家常饭，所以我对同学们说，在我讲之前，最好你们不要看，留一个余地，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嘛。为什么说第一个受益的人是我？我还得给你们讲讲我的真实感受。因为刚开始写这篇稿之前呢，我自己信心不是太足的。我现在我能不能告诉大家，我为什么想讲这部《无量寿经》的？这个它有个缘由，这个缘由是什么呢？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缘由，就是去年的10月中旬。有一天突然是念头，还是灵感，还是冥冥中的一种加持，我不知道。我只能把我真实的情况跟大家说，你们可以帮我分析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。那是一天中午，然后我就很困，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，我就很困，我就回床上去躺着去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说我睡着了，我觉得没完全睡着，那时候也就差15分钟左右吧，就该中午吃饭。你说我没睡着吧，我似乎又不是在非常清醒，那个时候就是介于似睡非睡之间的那种情景吧，就不知道谁告诉我说又一句话。你该讲《无量寿经》了，就这句话，我立马我还反驳了人家一句，我说我没那本事，就是两句话的对话，啊，一个是告诉我你应该讲《无量寿经》了，然后我马上说我没那个本事。后来吧，这个事儿我确实放心里掂量着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是真的呀，还是假的呢？有一天，我就跟道场的两位同修说了，
我说我这个感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这两个同学一听啊，马上兴高采烈说：“哎呀，老师，你就是该讲无量寿经了，这机缘成熟了，你这不都点化你了吗？”我还是说跟他俩说：“我说不行，我没那本事，我哪能讲无量寿经呢？”完了，这两个同学教我一招，说：“你不是有事儿都请，都问那个阿弥陀佛，问观世音菩萨吗？你这回这么大事儿，你咋不去问呢？”哎呀，我说这个主意好。所以那天呢，我真的去佛前去问去了。我说这么大的事儿啊，可别让我打妄语啊！到底是咋回事啊？是谁说的？如果是佛菩萨点化我的，那就告诉我明白一点，因为我傻呀，我不会分析呀，我不会理解呀，我就求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，如果是佛菩萨点化我，就告诉我准确一些，如果不是佛菩萨告诉我，就没有声息，哎，我就知道了，那不是佛点我的。结果那次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就给了我四个字。这四个字，你说我说还不说呢？我说吧，哎呀，吹牛是不是？不谦虚。你说我不说吧，真实情况还真是那么说的，就四个字，请同学们原谅我。我这四个字我暂时先保密，好不好？如果若干年以后，机缘成熟了，你们还记着这件事儿，我再告诉你们这四个字是啥。我这四个字，我只告诉那两个同道场那两个同修了。我在这里，我也请这两位同修帮我保密，别把这四个字说出去，好不好？哎，路咱们接着往前走，但是这四个字暂时给我保密。到我该说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告诉大家的。我写这篇稿为什么？到现在我觉得那种法喜充满的劲儿都没过去。写这稿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吃饭的时候，我一到那个斋堂，同学们都在那，基本都做好了。嗯，我一进屋，同学们就说：“哎呀，刘老师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啊，满面红光啊，说你那个脸儿啊，都像孩子脸儿似的。”实际不用他们说，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，但是我不能说呀，那种心里的喜悦溢于言表，我不用说他们都能看出来了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说你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，为什么这么漂亮，你们知道我干啥去了？他们说：“老师，你不写稿呢吗？”嗯，我说你们说写稿呢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旅游去了，我观光去了。哎呀，他们的眼睛瞪圆了，老师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儿。我说我现在给你们讲，可能我没有那么多语言，那么之多词汇我能表达出来。我心里知道那一种感觉是什么呢？似梦非梦，身临其境。我就想了半天，我想出这么八个字啊，似梦非梦，身临其境。我当写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大段一大段的时候，我真的就像随着那个旅游团到各个景点去旅游去观光去了。我当时一边写一边想，我得好好看看。我看明白了以后，我就代表同修们，我给你们踩点来了，哪个风景点最美最好最适合你们去，我回来讲给你们听，你们就不走弯路了，抄近道直奔那最美的景点。我当时就是这种心态。那最美的景点是哪儿？当然是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整个写这个稿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是旅游。我不单单去西方极乐世界旅游啊，那好的景点你看呢，那不好的景点你也得去看呢，你看明白了好回来跟你同学介绍啊，
他让他们上哪个点儿不上哪个点儿啊？有一天，我又下楼吃饭了，同学们一看我，哎呀，老师你今天不舒服吧？今天脸色这么不好呢？啊，我说你又被你们看出来了。我说我今天上哪儿去溜达去了？没上希望极乐世界呀。你们能不能想象到我上哪儿去溜达去了？去观光去了？那你不能光上好地方啊，那不好地方你得去看呢。就像我上次胳膊摔断了以后，我去做手术，人家把我推到第一道门，那是待手术区，就是你手术室还没倒出来，你先搁这等着，这是我理解的。然后我就是什么心情呢？我来旅游来，我来观光来了，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如果这个地方好，将来我同学我告诉你那地方不错，可以去。如果这个地方不好，我告诉你那地方不能去。我在那个待手术期间呢，就那么20分钟左右吧，我是什么感受呢？哎呀，这不是人间地狱吗？因为我做的是骨科手术嘛，到那个地方除了嘎胳膊就嘎腿嘛，不就这个地方吗？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是人间地狱，我得好好看看，看明白了回去给我同学们介绍，那个地方千万不能去。我这回写这篇稿吧，就那种心态那种境界又出现了。所以那天他们说我脸色不好，问我是不是不舒服，实际那天我告诉他们我上哪儿溜达去了，我上地狱去溜达去了，啊，上西方极乐世界溜达完回来，红光满面，兴高采烈，从地狱溜达完回来，因为那一段就写地狱怎么回事嘛，三恶道怎么回事，所以他们就看我脸色不好，这很正常嘛。你比如说边地一城，你这些地方既然去了都要看看，要看个遍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这一次写这稿啊，真的第一个受益人真的是我自己，因为整个这个70天的过程我就是在观光旅游，哪个点儿我看了，所以我有信心我把最好的那个点儿介绍给我的同学们，那不好的点儿我一定劝你们千万不能去。那我劝你们上哪儿？劝你们上西方极乐世界，天道都不能去呀、啊，人天两道就是三善道里最好的了，上天道我都劝你们呢，不要上天道啊，不究竟不圆满呢，到时候啊还得往下堕落呀，而且是你到天道以后你享受，你就忘了这六道轮回的苦了，从天道到时候直堕地狱呀、啊，那个可是没研究没说的，我看明白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一定要今生了生死出轮回，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回归自性，回归常寂光土，这是我一定要苦口婆心劝导我的同学们，就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好最好的景点，一定要上这个地方去。我自己写完了这篇稿子以后，我感到我的境界又提升了一步。过去每发生一件什么事情，小雕都跟我说，大姐，你比如说我胳膊摔伤了做手术，他说大姐你这次手术完了以后你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啊，我说我摔伤了，你搁那沾沾自喜呢，还说我上这个大台阶。他说我的感受就是这样。哎，所以说每当遇到一次什么磨难也好，怎么的也好，真的都是一次提升的机会。我这次写这个稿，我明显的感到境界又提升了一步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衡量就是表我的心态如何，这几年我的心态是越来越平和，写完了这部《无量寿经》讲稿以后到现在，
我就觉得我的心态的平和、宁静、安宁、祥和，反正所有的好词儿，我都想给它凑合到一起来说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、都突出。就遇到一些什么问题，智慧来得快了。我这么说可能浅显易懂一点。如果要跟以前遇到一些个难题，可能我得转转这个问题该怎么办，该怎么办。写完这篇稿以后，我自己明显地感受到，遇到什么难题，那个智慧立刻现前，不用我转脑筋了，不用我去琢磨去想了。哎，真是非常美妙，非常美好，妙不可言。就这种感受，你说只有我自己能感受到。我想大家，如果你们听完这部经，可能你们也会有一定的感受的，你们的境界也会有提高的，只是提高的程度不一样而已。听明白多的，提高的就多一些；听明白少的，提高就少一些。人人都会有提高的。我希望抓住这一次机会，不是因为刘老师讲，我就要求你们要好好地听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真是真心诚意的，要把我20多年学佛的东西和盘突出，原原本本的教给你们。哪些你们有用的，你们就捡去；没有用的，你就给它舍掉。这就是我最最真实的想法。说到境界的提高，这么说吧，我觉得我离西方极乐世界越来越近了。第二个，我离阿弥陀佛越来越近了。现在不是近了，写完了这篇讲稿，我觉得我和阿弥陀佛融为一体了。阿弥陀佛就是我，我就是阿弥陀佛。我记着昨天我说了三句话：阿弥陀佛是我的心，阿弥陀佛是我的愿，阿弥陀佛是我的行。你想想，心、愿、行和阿弥陀佛都相应了，那是不是阿弥陀佛就是我，我就是阿弥陀佛。第三个，回家的日子指日可待了。我说这句话大家不要误会，说刘老师是不是又琢磨要往生了，要回家了？不是的，回家的日子指日可待了。这个指日可待谁说了算呢？阿弥陀佛说了算吗？上次因为我想往生，这小调急眼了吗？我去问师傅吗？我刘大姐要往生，师傅您说行不行？师傅给他回答说，现在他说往生，不好使，阿弥陀佛说了算，阿弥陀佛不来接他，他往生不了。这小雕就乐呵嘛，说这回你往生不了了，我现在没有这个念头，我想要什么时候往生，既然交给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说了算嘛。但是这个日子是指日可待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个。我这三句话我觉得比较贴切，就是离西方极乐世界越来越近了，离阿弥陀佛越来越近了，离回家的日子指日可待了。这是我真实的想法，就是我目前的心念就是这个。这是我的写完稿的第四个体会。第五个，我想跟大家说说怎么样继续走好人生路，怎么样继续走好学佛的路，怎么样继续走好成佛的路。为什么这个感受我要和大家说？因为师父老人家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给众生做个好榜样，这句话我是牢牢记在心里，一天一时都不敢忘记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是跟师父说吗，我说恩师恩师请放心，
弟子日日在精进，为了众生离苦厄，弟子不敢掉轻心。这是几年前我说的四句话，现在这四句话我仍然牢牢地记住。你看这几句话我没有写在稿上，我是直接对你们说的，它已经印在我的心里了，我一天也不敢松懈。我松懈我觉得谁都对不起，尤其是我对不起师父对我的期望和信任，我也对不起广大同修们对我的期望和爱戴。我一天也不敢轻松，我每天都在做我所做的事情。按刁居士说的，你白天干你白天干的事儿，晚上干你晚上干的事儿。你看我就这样，黑天白天我都不闲着，我还不疲劳。你们看出我有疲惫的样子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佛力加持，是不是？人的精神头啊，人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吧。刚才我一开始我就说今天还得继续神采飞扬吧，这不就飞扬吗？你要愁眉苦脸的，你想飞扬也飞扬不起来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想一定把老法师对我的嘱托牢记心中，把它落实在实际当中。现在呢，三条，做人要做个好人，这条我基本上应该说基本上做到了。第二条，做修行人要做一个好的修行人，我现在这个呢应该做到了80%左右吧。我不知道这个评价是不是高。我努力要做一个好的修行人。第三个，要做一个成佛的好榜样。我掂量来掂量去呀，这个好榜样怎么做呢？我一看海贤老和尚也做出样子了，是不是？欲知时至自在往生，你说这都这是不是好样子？我姐姐刘素清老菩萨的做样子了，欲知时至分秒不差自在往生。哎，你说两个好样在都在这呢，那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成佛的好样子，拿什么来表达呢？就得像海贤老和尚，像刘素清老菩萨这样，到我往生的时候一定是欲知时至自在往生，这才是我三个样子，我就圆满了。做好人的样子，做好修行人的样子，做成佛的好样子，我这三条我就圆满了。现在这就是我的努力方向。我记得我跟大家说，1月4号我和老法师通电话的时候，师父第一句话就问我，你有没有把握今生成就？我非常惊讶，因为这个话8年多，我见从见师父到现在8年多，师父从来没有这么直接的问过我，这一次电话里是直接问我这句话。我当时心里一愣，但是我没打分，我立马回答，我说师父请您老人家放心，我今生有信心一定成就自己。师父高兴了，好好好好。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说什么意思？你们以为师父是在问我吗？不是的，我理解是这样的，师父在问我们每一个学佛人，是你如果是这样理解了就对了。你如果理解成那是老法师跟刘老师说的，和我没关系，错了，你不会有长进的。你就认为师父直接是问你，你有没有把握今生一定成就，你怎么回答师父？反正我回答是非常坚定有力，一点没打分，一点没犹豫，我就直接回答了，因为这是我的人生目标，我一定要达到这个人生目标。所以师父老人家昨天我听讲第7集的时候说，你拿没拿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通行证，
以前有些同学不理解，因为我以前讲过嘛，我说你拿没拿到这个通行证？有同学理解错了，以为就是那真的发一个什么通行证之类的呢。实际这不是一种比喻吗？就是如果你坚守持诵《无量寿经》这一部经，坚守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，你就一定拿到了这个护照和往生证，和那个去的通行证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有些同学啊，听经啊，听了这么多年，真的有同学没听懂。哎，他把师傅的话误解了，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了为什么《开经偈》里说“愿解如来真实意”。我们这些个凡夫啊，真把如来的真实意给扭曲了、曲解了、误解了、错解了，佛菩萨都流眼泪呀，我们真冤枉了佛菩萨呀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佛菩萨的教诲。为什么读经不让你去研究？你一研究就是你凡夫的执见，那不是佛菩萨的意思，是你的意思。佛所说的话，佛所给我们留下的经典，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真的没意思。可能我这句话有很多同学都不理解，那佛经怎么是没意思呢？佛真的没意思。它是应众生的根基，是随机说法的，你不能硬套。因此，我一再说，学佛一定要活学活用，别把佛学死了。过去我们学毛主席著作，不提倡活学活用吗？这个是一个道理的，别把它学死了，守戒也别把它守死了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作为我来说，我就应该永远记住老法师第一次起讲《大经解演义》的第一堂课，我和师父斜对面坐着。说实在的，那时候我听师父讲这个《大经解演义》啊，还不完全能听懂，尤其是听到师父说一定要独善其身。然后呢，还要兼善天下，就这两个词儿，我当时没听懂。但是我注意到了，师父说了两次这个词儿“独善其身”和“兼善天下”，两次师父都拿眼睛看了我一眼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误解师父的意思了，我就觉得师父这两句话是跟我说的，但是我又没明白是什么意思，隐隐约约觉得。独善其身就是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吧，我就理解的比较简单。后来回去以后呢，我就查了字典，这两句话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明白师父说这是什么话了，什么意思了？就是你今生最底线，你一定要独善其身。这个独善其身的最底线是什么？就是你一定能今生了生死，出轮回。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这就是独善其身的最底线。如果你突破了这个最底线呢，你就这一生就白走一遭了。就是为什么还要兼善天下了呢？就是人有的同修开悟的早啊，正果的早啊。那你开悟了正果了以后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帮助还没有开悟、还没有正果的众生，让他们明理，帮助众生开悟，帮助众生正果。这是你已经开悟正果以后的菩萨们的一个任务和使命，就不能自私自利，说我正果了，我开悟就可以了，那是不可以的。就是你在完成了独善其身的基础上，一定要兼善天下，所以这也是我下一步要继续往下走的，要坚守的一个原则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我知道的什么，如果能跟大家说，不是泄露天机，
我会不保留的跟你们都说完全的。但是有些时候呢，如果涉及到是天机，请同学们原谅，那我不能说，那我说了以后对谁都不好。因为这个问题呢，以前我是一点不懂的，那是九几年吧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好多事儿，我以为我知道的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我上办公室呢，我就跟人家说报告新闻之类的，人家问我这是哪儿的新闻，我想怎么说呢，还得说真话，我说这是刘思云广电台广播的新闻。后来隔了好几年吧，有人跟我说你有些话你不能往外说，你知道的不等于别人知道，你说了是泄露天机。那时候我可紧张了，我说我也不知道啊，哪条是天机哪条不是天机呀，也没告诉我呀，我以为都可以说呢。所以从那以后我怎么约束自己呢，我啥也不说了。我们办公室的老同志问我，所以那最近怎么啥也不报告了呢，我说那不能说，那是天机啊，我就照本事发了，我说天机不可泄露。所以从那以后到现在吧，我基本上是比较谨慎的，有时候可能还能不经意地秃噜出一点，要不人家咋批我神通呢。所以这个呢都很自然的现象。所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好好的读这一部无量寿经。老法师85岁把所有的大经大论放下了，就坚守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坚守这一句佛号，这就是老人家给我们标法，能不能看明白？老法师都这样做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说，我们就跟着师父走是没错的。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啰啰嗦嗦跟大家说了这么多，但愿大家听了以后能生欢喜心，能够法喜充满。我希望每个同修们每天都神采飞扬，这是我们学佛人给众生做个好榜样，感恩大家。阿弥陀佛。